站住！你俩是乡里的吧？这里不准外校人员入内啊！我来找我爸的。你爸是谁？就那个，说话这么抖脚，常年穿白衬衫的那个。你说陈校长？嗯。你是陈校长的儿子？是啊。就是我妹妹，我们来找她吃饭。哦。辛苦了。乡里的衣服。可以啊你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还有个新来的校长，还知道那么多细节的？我认识他们九中那个萧婷，之前跟他们打球，他们吐槽的。据说这个人啊，挺有名的。那你怎么联系这个张辉呢？我刚才结账的时候都用 QQ 跟他联系好了，你等着看。好好好，快快快，走走走。乡里的，可以呀、啊！你们真是大模大样的就混进我们九中来了啊！废话就不用多说了，你叫张辉是吧？嗯，陈诗韵的丑照是你上传的？正是在下。你们不是说有他更黑更丑的照片吗？我先说好啊，比我之前发的那些好看的我不要。我就需要更黑、更丑、更难看的陈诗韵，照片多的是，行，放心。如果有陈诗韵和林萧然在一块儿的照片就更好了，他俩最近在微博上可火了，加钱。哥们儿，我先确认一件事情，啊，你叫张辉是吧？张辉，我还没自我介绍呢。嗯，我姓林，林萧然。行行行，我回去就删，我删得干干净净的，行了吧？真挺啊！看见这个了吗？这个是从你承认上传照片到刚才承诺删除照片的所有录音。你要是不删，吃不了兜着走。干什么干什么？行了，他也不敢，咱走吧。这就走了？事儿都办完了还不走啊？哥，再见啊。